因为现在温室效应的问题，太阳的紫外线呢也造成皮肤呢很大的一个老化伤害。像我们现在的空气微悬浮粒子 PM2.5 这个也是皮肤的问题就日趋严重。伊和伊洛特斯的这个面膜呢，它是经过德国莱茵 TUV 的认证，它的维持那抗老化的部分呢，这个产品也是非常的好。新和国际草创于2008年1月，自创台湾的品牌，致力于生产高效能高品质的产品。德国莱茵协助新和国际企业有限公司企业认证，可以非常清楚我们公司在营运上什么地方要加强，提供非常非常大的帮助。我们的产品透过它的第三方认证，会让消费者更有信心，目前的销售量是直线的上升，非常感谢莱茵。